好，现在我们来做练习。一，请圈出你听到的内容。一，姐姐妒忌妹妹取得了好成绩。一。姐姐妒忌妹妹取得了好成绩。一，姐姐妒忌妹妹取得了好成绩。二。晚上，妈妈给妹妹盖被子。二，晚上，妈妈给妹妹盖被子。二，晚上，妈妈给妹妹盖被子。三，草船上的稻草人，上面有很多支箭。三，草船上的稻草人，上面有很多支箭。三，草船上的稻草人上面有很多支箭。四，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外面起雾了。四，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外面起雾了。四，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外面起雾了。弟弟做错了事情，受罚了。五，弟弟做错了事情，受罚了。五，弟弟做错了事情，受罚了。六，他做事情总是拖延。六，他做事情总是拖延。六，他做事情总是拖延。七，我的弟弟在学习射箭。七，我的弟弟在学习射箭。七，我的弟弟。在学习射箭。
八，他非常聪明，真是神机妙算呀。八，他非常聪明，真是神机妙算呀。八，他非常聪明，真是神机妙算呀。九，哥哥长得英俊帅气。九，哥哥长得英俊帅气。九，哥哥长得英俊帅气。十，弟弟胆子很小，他躲在盒子里不出来。十，弟弟胆子很小。他躲在盒子里不出来。十，弟弟胆子很小，他躲在盒子里不出来。好，听力结束。那现在呢？请你做后面的练习，请注意，这是练习，不是考试。大家再见。